凶的。我操！这是什么？咸蛋超人。这是你吗？这是母猪。啊，这个可以靠着，挺实用的。因为其实我来横店的时候，就已经打了好多好多好多，套也套得好。我发现我这方面有天赋，我就靠这个赚钱。是我想太多，你总这样说。感觉没什么特别想要的。羊哎，这羊都已经脚都掉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两个你会选选哪个？没有想法吗？你们选哪个？你也选这个。OK， 结束了。